Hello，大家好，我是 Linda，欢迎回来我的频道。如果大家看到标题呢，就知道这是一个粉丝回馈，然后大赠送的一个视频。那我这次呢，也是特别特别开心做这个视频。我知道我每一次视频都会说啊，我今天很开心做这个视频，但是这一次呢，真的是我特别特别的开心，因为我这是第一次做这种粉丝回馈的这种视频，所以呢。也是很开心，很期待这个活动因为我终于呢，我的频道呢，粉丝过千了，耶！然后呢，我就想说，这个是一个蛮里程碑的一个数字，所以呢，我就想说做一个这种回馈的活动，然后也感谢一下大家其实好像1000粉丝呢，对很多这种。很大牌的这种博主呢，可能不算什么，但是对我来说，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开心其实呢，我的因为这个是我的 YouTube 视频刚到1000，我的优酷视频呢已经很久就过了1000了，但是我一直都想两个频道都扩千，然后一起做这个活动所以呢，这里呢我也是很开心，然后呢，如果算上优酷和 YouTube 的两个视频呢，我应该是有就是我假设这两个视频的订阅的粉丝呢，都是不同的人，所以呢，就想象一下，我有2000多个人都喜欢看我的视频，都喜欢听我说话，然后听我不管是做彩妆教程也好，做推荐也好，做就是很多讲故事也好，都愿意去点下面那个。订阅键来，就是好像跟踪我的视频吧，跟踪我的频道。我觉得，哎，真的对我是来说，真的是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情。然后我也非常非常的感谢大家。然后也有很多的朋友呢，给我一些很多鼓励的话语，然后给我留言，给我就是我觉得大家都对我太好了，就是大家都真的是让我特别特别的感动，所以呢，我这次也是想做一个活动呢，来回馈大家。如果大家看到我订阅的粉丝数呢，就知道这个活动呢肯定会中奖率非常非常的高，所以我希望大家呢也踊跃的参加。然后，我等一下呢会在视频的最后面呢给大家说一下奖品，然后活动规则什么的。然后我想先开始呢，就是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哇，一些就大家比较常问的问题啊，或者什么的。那我呢是在 YouTube 和优酷两个网站呢都有自己的频道，然后每一个频道呢都是一样的 Miss Linda Y 这个名字。所以呢，因为我有朋友就是。可能 follow 我某一个频道，然后不知道我在另外一个频道还有也有，因为有的朋友说啊，我马上回国了，我看不到 YouTube 怎么办呢？我就说没关系啊，优酷上也可以看，然后他就觉得很开心，所以我还是感觉到可能不是每一个朋友都知道我两个网站呢都有同步发行我的视频，然后我最近呢也上了 B 站了，然后因为我的那个好像衣橱视频吧被别人传到那个 B 站上，还上了首页，然后超过1万的点击率什么的，然后就还蛮火的，然后就同时呢有很多人都给我发信息在微博上或者什么的给我留言，然后说哎。你的视频被别人发到 B 站上了，然后包括 B 站的这个工作人员也有联系我说让我上 B 站去发布一些视频，然后我一直呢因为技术上的问题，因为我其实在美国呢有一些有时候登录啊或者注册一些国内的网站还蛮麻烦，因为我没有国内的手机号，所以就很讨厌。后来终于把这个技术问题解决了，然后我终于上了 B 站了，所以如果大家想去。玩 B 站呢，也可以去
上我的频道去看一下。然后我 B 站的这个用户名呢也跟其他都是一样，也是 Miss Linda Y、然后最后呢我就想说，如果大家想加我的微博的话呢，可以也关注一下我的微博 Miss Linda Y， 所有的社交媒体呢基本上都是同样一个名字，所以很好记。但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大家很多时候给我发信息啊，让就是说啊这个东西在哪买的呀什么的，我基本上所有的我推荐的产品呢都会在下面呢给大家放一个链接啊，然后呢这个链接有的时候我知道就是可能美国的网站不太在国内不太好买，然后呢我就想跟大家说呢，就是如果大家没有办法上某一个网站去直接购买呢，起码呢大家可以去上那个链接去看一下它的名字啊，然后这个产品是什么样子的啊，多少价钱啊，然后大家可以去选择就是其他的渠道，比方说亚马逊啊，或者是就是如果比较会海淘的朋友可能也有办法，但是如果大家不是很熟悉或者怎么样，也可以去找自己喜欢就是在某宝上搜一下呀，起码你有正确的名字啊价钱什么的，可以看到它的这产品信息啊、或者是找你就是比较相信的代购啊什么的，这都是一个渠道。所以就是跟大家说一下如果大家想看就是某一个产品的链接呢，可以就到下面的信息栏里面去查找一下，然后如果要是没有的话呢，大家可以再当然私信我或者给我留言都可以，我都基本上大家所有的留言我都会回复，所以这个还是我的回复的这个频率还是很高的。那最后呢我就想说一下，那下一次呢我为了这个活动呢配合这个活动呢，我想呢就做一个你问我答的一个视频，就是在这个活动的时候，一会儿我会给大家讲这个规则，然后就跟这个你问我答有关系的。所以因为很多人呢大家有时候会问我一些问题啊，有很多都是重复的，所以呢大家在下一次呢就是在这个视频里面下面呢可以给我留言，然后问大家最想问的问题，然后我会把一些常见的问题或者是比较有趣的问题，然后拿出来在下一次呢公布这个中奖名单的时候呢给大家一起来回答这个问题。或者呢很多朋友让我做50个问题的这个视频，所以如果大家想看50个问题呢就直接可以说50个问题。所以就是下一次在这个公布的时候呢我就可以给大家一起再做。那我想呢就是这个活动呢就把它设成2个礼拜，但是我还不知道截止日期到底是什么时候，因为我不知道这个视频会在什么时候上传，因为我马上就要做手术啊什么的，所以就我不知道有没有时间去做剪辑啊后期制作什么的，所以呢我到时候呢会在我的微博上公布。那具体的活动的这个活动规则呢，就是大家第一呢就是要当然要订阅我的频道了，如果要是这个 YouTube 的粉丝呢就是在 YouTube 上面订阅，如果是 优酷当然是在优酷上，然后呢订阅完我的频道呢在下面的这个信就是留言的地方呢给我留言，就是问大家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个视频下面的留言的这个留言板呢给我问大家想问的问题。那在这两个都做好以后呢大家要需要加一下我的微博，因为呢我这个活动呢会在微博上发布，也就是微博的这个抽奖平台。因为为什么要这么麻烦呢，大家可能觉得很麻烦，因为我考虑的再三，我觉得还是就是弄一个在一个抽奖平台上比我自己就选随便选一个人呢我觉得要公正公平很多所以呢我就考虑再三还是决定在微博上的这个抽奖平台来发布这个活动。所以呢大家加了我的微博以后呢就会看到我在微博上发布的这个消息，然后呢就直接可以点那个链接进去抽奖所以呢就是基本上满足三个条件，第一订阅本频道，第二在下面视频下面给我留言，第三呢加我的微博，在微博的这个
抽奖平台的那个链接上呢去参加抽奖。那我呢在这个微博上，因为微博它的抽奖平台呢也有它自己的活动规则，所以到时候呢所有的规则呢都会在这个上面，就是我都会在上面给大家链上去，所以呢希望大家也是能够踊跃的参加，然后呢希望大家呢都可以遵守这个活动规则，因为比方说你在只在微博上抽奖，你没有订阅我的频道呢，这样就对其他的这些参加抽奖的朋友呢就不公平，所以希望大家可以都遵守规则，如果大家不遵守规则呢，那个抽奖就自动作废，我会去看你到底有没有符合所有的这个就是活动的这个规则，然后呢抽中的朋友呢我会发私信给你，然后给你联系方式啊什么的，然后就是大家就是抽中以后就等我的这个信息就可以了。然后呢我想说呢，我这次呢一共设了4名中奖者，然后这个4名呢是2名在优酷频道上的，两名在 YouTube 频道上，所以大家都可以觉得很公平，不用说哦，那我到底是优酷好还是 YouTube 好，这个不用担心，就是2名 YouTube 中奖者，2名优酷上的中奖者。那如果大家是关注了我的 B 站呢，就请到这两个网站，你哪一个比较方便，你就去这两个频道，然后再关注一下，然后呢就可以参加抽奖了。那奖品呢，我一直在想说给大家买什么样的奖品比较好，但是呢因为我考虑到，因为我人在国外，然后再寄到国内之后呢，我怕这个就是寄的过程中啊会有这种损坏啊或者什么的，我就想说最好是买一个不容易坏的，因为我有时候给朋友寄东西呢，然后他可能我包装的也可能不是太好，然后他那个送快递的时候也不是特别小心，有的那些瓶子啊会有水的什么的就会洒呀，或者是会碎啊什么的，我就不想有这种事情发生，所以呢我这次呢就准备了2样奖品给大家。那一样呢就是这个，这两个呢其实都是这个 Beauty Blender。 那这个 Beauty Blender 这个美妆蛋呢，大家也看我做教程的时候呢也看过无数次了，这个就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工具，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人手都要备，不管你是什么肤质，不管你是喜欢用什么样材质的质地的这个粉底，都应该备一个这个美妆蛋。然后包括市面上现在很多仿的呀，或者是这种就是比较廉价的这种替代品，我觉得还是用来用去还是它用的最好。那这一个呢是其实是一个套装，如果大家可以看得到呢，这下面呢它有一个托儿，我给大家看一下，我自己也有一个，所以我用的特别好，我说的我觉得这个呢大家应该也会很喜欢。那它这个托儿呢就是很漂亮的一个紫色的一个，就是有点钻的这种，然后呢你就把这个 Beauty Blender 这个，不好意思蛮脏的，因为我今天才用过这个 Beauty Blender， 就把它架到这个上面，因为这个东西呢你把它打湿以后呢会比这个平时的这个要大一倍所以呢有的时候呢没有办法马上把它放在这个盒子里面，而且我有一开始用这个东西的时候呢，我有把它放在它原来这个包装里面，然后里面就发霉了，因为它是湿的，然后它有一个干的过程，所以呢我觉得把它放在外面呢是最好，所以呢这个东西刚好有一个东西架在上面这样呢你就可以把它放在梳妆台上也很美，然后它自然呢就会缩到它原来干的时候的这个size 这个体积，然后它也不会掉下去也不会什么，也还蛮好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非常实用，然后也很美，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套装就送给大家。那另外一个奖品呢就是也是 Beauty Blender， 但是呢这个是两个的，然后这个呢套装呢是丝芙兰的限量的，它只是给丝芙兰的 Rouge VIP Rouge 的这个会员，然后我是 VIP Rouge 的会员，所以呢我自己也买了一套，然后它这个里面呢是2个 Beauty Blender 但是它是红色的，然后它里面的像一个心一样，有没有，就好像我把我的心爱心送给大家一样，我觉得这个
又是限量版，然后又是就是还这个红色的这个心呢也蛮，有没有听到我们家的狗？OK， 这个红色的心呢还是蛮就是蛮合适的，就是我觉得也很适宜，所以呢我看到这个以后，其实我本来是想就是抽送两名，但是呢我看到这个以后我觉得哎这个太好了，所以呢我就决定再增加两名这个中奖者，然后就把这个也送给大家，所以呢是这两个呢我每一个频道呢会各送一个，所以是随机抽的，也就是到时候你不会知道是哪一个送给谁。然后呢在每一个这个 Beauty Blender 呢我还会加一个这样的一个清洁的一个cleanser， 就是专门清洁这个 Beauty Blender 的东西的。其实你用普通的肥皂什么都可以，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个是清洁的蛮干净的，所以就是一起送给大家，所以每一个中奖者呢都会有一个Beauty Blender 加一个这个的套装，然后他们也不会不怕碰啊不怕什么。然后这个东西呢里面就是这样子，这个是我的，没有就是我已经用过的，所以可以打开给大家看，里面呢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就是你洗刷子啊什么的都蛮好用的，它是一个就是在上面就是打泡沫打的比较就是洗的比较干净的一个东西，然后里面呢就是这样白色的一个好像肥皂的一个东西，然后它的味道也很好闻，就洗出来的刷子啊或者是这个美妆蛋呢都很味道也蛮好闻的，所以呢我就把这两个套装呢送给大家，然后呢希望大家踊跃的参加活动。那我想说一下呢，就是因为我是第一次做这样的活动，然后呢这个规则呢也是我自己想出来的，所以我不知道到时候做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的结果，所以呢万一要是有技术上的问题或者是有任何的就是有任何问题的话，我就提前给大家道一下歉，因为我真的是想把这个做到最公正公平，然后让所有的这个我真正的粉丝呢都可以受益，所以呢如果要是出任何问题我会尽量的解决，然后可能就是手动抽吧，或者是如果比方微博的抽奖平台没有办法发布什么，反正就是到时候我会如果要是有任何的这个更新呢 update， 我会在下面信息栏里面把就是可能是更新的这个活动规则给大家写一下，所以呢希望大家对我有耐心，然后也不要就是如果真的有什么问题的话不要怪我，我真的是第一次做这种活动，所以呢还没有经验，所以呢那我这个可能就是这个在我做手术之前可能是最后一个视频了，然后之后呢我就有一段时间会卧床，所以呢不知道能不能给大家做视频，然后就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我的微博，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我会可能在微博上发一些随手拍啊或者是手术的一些直播什么的，所以希望大家也能够关注。那我们这次呢就到这里吧，我希望大家都能够踊跃的参加活动，然后我们在微博上见，拜拜。